哇，坏球，是坏球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打得相当深远。来看看这个球，哇，结果跳起来，还是被林哲轩给接杀出局。哦，这个球还是被林哲轩给接到，有够力啊！是，已经算打得非常的远了。哇，这个球是接得太漂亮。再看一下，这个球姜昆宇也掌握得相当好。我这个阿大力够了，因为主要是逆风了。哇，这个球真的是没收了一支二垒安打。是，最后利用一个小跳跃，然后在 warning track 前面呢，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出局。Nice play。主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林哲轩。这两个球刚刚是不断的往后跑，那这次呢则是往前跑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最后把王威成的飞球呢给接杀，形成两出局。无论往前往后啊，都能够掌握到球了。接下来打击队带超过24岁的外卡选手，分别是江国豪、陈世鹏还有郑浩君，就今天中信兄弟的先发投手。这球捞起来，右半边方向看看，右外手前方落地。现在是形成一二垒上有跑者，好一坏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停下来。这一局几乎都是由林哲轩来处理的，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，结束了在三局下半中信兄弟进攻，留下两个残垒。前三局打完之后，中信目前1-0领先。